中东繁荣之河，十大璀璨明珠城市。一、迪拜。这座现代化的沙漠之城，以其奢华的建筑、繁荣的商业和多元的文化，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。从哈利法塔到迪拜购物中心，从沙漠冲沙到水上乐园，迪拜为游客带来了无尽的惊喜。二、特拉维夫。这座充满活力的海滨城市，是以色列的经济文化中心。这里拥有众多博物馆、艺术中心和创意产业园，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。同时，特拉维夫的海滩和夜生活也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。三、开罗。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都，见证了埃及的兴衰荣辱。从金字塔到尼罗河畔的古老建筑，从繁忙的巴扎到独特的阿拉伯文化，开罗为游客呈现了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世界。四、伊斯坦布尔。这座横跨欧亚两洲的大都市，是土耳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这里既有欧洲的繁华与现代，又有亚洲的古老与神秘。从圣索菲亚大教堂到蓝色清真寺，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，伊斯坦布尔为游客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。五、德黑兰。作为伊朗的首都和文化中心，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。这里既有现代化的城市风貌，也有传统的波斯建筑和文化。游客可以在德黑兰感受到伊朗独特的魅力和活力。六、巴格达。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，曾是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中心。如今，它依然是伊拉克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尽管经历了战争的创伤，但巴格达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和活力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探访。七、大马士革。这座被誉为天堂之城的城市，是叙利亚的首都和最大城市。这里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如乌马清真寺、大马士革古城等。同时，大马士革的美食和手工艺品也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。八、耶路撒冷。这座充满宗教神秘色彩的城市，是犹太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。这里既有古老的教堂、清真寺和犹太会堂，也有现代的文化中心和博物馆。耶路撒冷以其独特的宗教氛围和历史文化，吸引着全球游客。九、贝鲁特。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，是黎巴嫩的首都和最大城市。这里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如黎巴嫩国家博物馆、贝鲁特古城等。同时，贝鲁特的美食和海滨风光也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。十、马斯喀特。阿曼苏丹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，位于阿曼湾沿岸。这座城市以其现代化的建筑、优美的海滨风光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著称。马斯喀特还拥有一些独特的景点，如阿曼国家博物馆、苏丹 Qaboos 大清真寺等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